各位热爱棒球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透过我来电视网收看中华职棒35年味全龙队全主场例行赛事的现场直播。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二，在天龙棒球场要进行的是统一 Seven Eleven 师对抗味全龙队，双方二连战的第一场比赛，也是联盟第108场的赛事。在刚才晚间大概6点钟左右，天龙棒球场这边下起了非常大的雨哦，那也下了一段时间，所以现在场地上面仍然是铺着这个遮雨的帆布，在土区的部分，这是刚才稍早的画面哦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其实今天原本预计在6点35分要开打的这个时间，没有办法如期来开打，但是因为现在现场的雨势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哦，所以接下来应该会是半小时的延赛，然后稍待等这个场地的整理之后，今天这场比赛预计应该还是会开打的哦。在这场龙狮大战开始之前，先来关心一下中华职棒35年目前的战绩表。统一师目前23胜11败，但近况是比较不好的，近7战输了5场啊，最近也是个2连败，但是他们领先中英兄弟5场半。味全龙队目前17胜17败，排在第3名，落后统一师有6场的胜差。来看一下今天客队师队的先发打序，第一棒是左外野手邱志成，二棒中外野手陈杰宪，三棒一垒手陈庸基，四棒右外野手林安可，五棒二垒手陈崇廷，六棒指定打击郭富林，七棒三垒手潘杰凯，八棒捕手陈崇宇，九棒游击手许哲彦。那今天龙队推派的先发投手是龙王王维忠，搭配的捕手是吉利吉老巩冠，一垒手拿木样，二垒手李凯威，游击手刘俊伟，三垒手刘基宏，左外野手林孝成，中外野手郭天信，右外野手陈品杰。啊，这也是龙王王维忠啊，本季的第7场的先发，打向反方向的滚地，刘继宏拦截住，传往一垒完成了刺杀，一人出局。这球打成反方向的飞球平飞，左外野手林孝成一个弹跳之后把他拦截住，这是一支安打。这个曲球被打到了左半边，平飞安打出现了，陈庸基维持着火烫的打击手感啊。我感觉庸基在打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杂念的感觉哦。外角的速球，主审拉掉了林安可，两人出局。满球数，这球打成了右半边的小飞球，越过了李凯威的管区啊。那两人出局的情况下，二垒上的陈庸基要回来得分。更正啊，是陈杰宪回来得分，那陈庸基是来到了3垒。统一是先持得点，两人出局打出去之后就马上起跑哦。所以对杰宪来讲，这回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现在统一师现在是1-0的领先。跑者提前起跑，吉利传二垒 ，safe。这是一个盗垒成功啊，陈崇廷盗上了二垒。那刚才3垒上的陈庸基没有启动。内角的滑球有没有出棒啊？一垒神认定没有，这是个四外球保送。现在师队形成了满垒。这外角球打成了游击方向，王维忠碰了一下，碰给了游击手刘俊伟，完成了二垒这边的封杀。这个半局结束，不过师队是攻下了1分，目前1-0领先龙队。休息一下，待会来看到一局下半龙队进攻。来自委内瑞拉的圣骑士，本季第8场的先发，前面7场战绩5胜1败。李凯威的打击打成了侧边的一个弹跳球，在3垒手的正面，潘杰凯传往一垒完成了刺杀，一人出局。外角的速球有没有出棒？询问一垒神。没有出棒哦，这是一个四外球保送。反方向的弹跳球被潘杰凯拦截住，传往一垒，这边是 safe。那郭天信这边遭到了接杀，这个外角的球是没有进到好球带哦。结果刘继宏获得了四外球保送，圣骑士单局2个4坏了，哦，两局一定要3坏。但是速球拿莫还是没有打着，拿莫遭到了3振，龙队留下1、2垒垒包的残垒，没有得分。一局打完，统一是1-0领先。基本上1到9棒啊，他们整体的攻击火力目前都是在联盟平均之上啊，非常全面的打线。这球勉强碰到了中间滚地球，穿了出去，形成一支安打。哇，这球真的是长眼睛啊！那现在也承接下了这个先发游击的位置，在林继凯受伤之后，挥棒落空，再来一个曲球，给你牵制一垒。那陈崇宇是安全的回垒，打击率、上垒率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。打者打进场内，跑者提前起跑，李凯威传往一垒完成了刺杀，成功的打跑战术。两好一坏，这个曲球碰成了左半边的平飞球，越过了林孝成，欧巴了。陈崇宇先要回来得分了，陈杰宪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，到一分打点，师队现在取得了2-0的领先。
这球没话说啊，杰宪太会打了，而且很明显的就是要往反方向做攻击哦。挥棒落空，这个变速球是让陈永基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这是王维中间的第三 K。不过这个半局，狮队靠着陈杰宪的41棒二垒安打带一分打点，现在2-0，狮队领先。这一球拉得很结实，在右半边看起来是留不住了 ，Gone！ 这是一发全垒打，潘杰凯。阳春炮帮助统一狮再添一分，目前3-0领先。就刚刚说的，其实今天曲球状况不错，然后一直用，那没有搭配其他球路哦，那很容易就被锁定了。潘杰凯本季第三轰，三支全垒打，他也追平了他中职一军生涯的单季最多，追平了。他今年只花了28场比赛就挥出了三轰啊。今天看到蛮多人，蛮多选手了。只是在这个球季前半段的，都追平自己的那个生涯全垒打数，包含这个王振堂也是。不过这个时候龙王投出了四外球保送哦，继第一局之后又投出了保送。外角打成了三垒侧的滚地，5传4传3 double play。龙队内野的防守哦，是让这个半局很快的画下了句点。不过这个半局狮队靠着潘杰凯的阳春炮再添一分。目前3-0领先龙队，捞起来打到了右半边的一个飞球，在右外野手林安可前方落地，形成了一支安打，这也是龙队今天团队的第一支安打。外角的滑球，甚至是三振掉了刘基宏，非常具有载制力的一个投球。再来一颗，这球就控得很到位，拿莫遭到了三振哦。这球就比较出去了哦。跑者提前起跑，捕手传 tag。Auto， 真心的表情，要求挑战。对，来看龙队这边要不要做挑战哦。上周末也有一次天心成功的挑战。叶总是征询郭天心的意见，对。那郭天心说要挑战，叶总也提出挑战。这是一个成功的挑战，郭天心本季的第6次的盗垒成功。挥棒落空，故技重施，又是 high fastball， 郭彦文忍不住遭到了三振哦。在被抽出安打之后，圣骑士是连飙3K 哦，来化解这个半局。4局打完，目前统一狮4-0的领先。外角的变化球打成中间的弹跳，李凯威拦截住之后不用传了，因为跑者是陈杰宪。哇，3安哦单场。哇，这个进度只差2安就要签安喽。好了，杰宪好了。出棒了，打到中间方向强劲传出去，是一支安打。连续2支安打出现，现在狮队无人出局，攻占1、2垒，拉回来打在2垒手正面，4传6传3的 double play。那原本2垒上的跑者陈杰宪来到3垒哦，但是形成了2人出局。其实打出去的时候，林安可就已经有那种懊恼的感觉。对，这边可能要挑战哦。对，狮队这边要来挑战。safe， 所以这不是双杀，一人出局1、3垒有人，这是一个野手选择。这一球打到了右半边，很结实，不过在右外野手的管区，陈品杰接杀，不过距离也够了，陈杰宪是回来得分了，统一是再添一分，目前4-0领先。那现在换上的是今天才从2军被拉上1军的刘玉言，左投手来接替投球。跑者提前起跑，这球偏低，那 Gilly 也没传了，林安可倒上了2垒。挥棒落空，这球刘彦元三振掉了郭富林，啊，这个半局是画下了句点。不过狮队再添一分呢，目前是4-0领先龙队。哇，在一个外角的变化球做引诱，刘俊伟遭到了三振，甚至是第6K。一好一坏，变化球敲到了中间是一支安打，龙队团队的第2支安打出现了，得到了一个好攻击的球路。跑者提前起跑，这是一个坏球。Tag， Auto， 这是一个成功的盗垒阻杀，陈崇宇阻杀掉了林孝成，林孝成本季首次盗垒失败，这个半局也画下了句点。5局打完，统一狮4-0领先味全龙。这个变速球太出去了，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哎呦，才刚称赞过他的控球，结果这个时候投完保送之后又来了一个触身啊。那现在换上的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吴君毅哦，这是他回到一军之后的首场的初赛。
速球拉回来打成了弹跳球，李凯威拿球之后抛给一垒手拿木一样完成了刺杀，吴俊宇拆弹成功。这个半局龙队没有再拿分数，目前他们仍然是4-0领先味全龙。打到了游击方向穿出去，这球打得够强劲啊！这是龙队团队今天的第三支安打，挤压到，哇，又是速球内角的挤压哦，内野冲天炮，啊，做到了，潘杰凯接杀。速球打成了右半边，深远的飞球，最后在警戒区落地形成了长打。吉利来到了三垒，刘继宏来到了二垒，这是一支二垒安打。哇，这球控得很精彩啊，正好压在了外角的线上。达莫遭到了三振，今天吞了3K。这个半局龙队留下23垒垒包的残垒，没有得分。6局打完，狮队仍然是4-0领先。邱浩君上来接替投球。不过这个直插球没有进到好球带，是个四坏球保送。速球打到球的下缘，冲天炮在界外区，潘杰凯接杀了。今天处理这个内野靠背球，他处理得很好。今天做到了两次，抓第一球打得结实，不过直接被游击手许哲彦拦截住啊！哇，这又是一个强击球被没收了。两人出局，出棒打成了左半边的高飞球。邱志成移动之后完成了接杀，这个半局龙队留下一个垒包的残垒，没有得分，狮队仍然是4-0领先，目前球队落后哇。不过这个四坏球保送又出现了，吕永贞上来接替投球，哦，做了一个短打，黄柏豪触杀掉林祖杰，这是个成功的牺牲触击。曲球打到了中间方向穿出去，得点圈的安打出现了，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得分。哇！结果林安可被卡在了一二垒之间，哇！一垒没人 cover， 结果林安可死里逃生。哇！这边内野的 cover 出现了什么问题啊？其实这是往中线哦，那柏豪需要出来做 cut 哦，那一垒没有人应该是比较正常哦，因为这球很难。对，一垒没有人是比较正常，蛮远的哦。这球打到了中间，郭天信接杀。外角球出棒打成了高飞，在右半边，右外野手 PJ 陈品杰在界外区完成了接杀，这个半局结束，狮队这半局靠林安可的安打再添一分，目前5-0。待会来看到主局下半龙队最后的反攻机会。虽然现在不是救援成功的条件呢，统一是带着5-0的领先，但狮队还是把他们的终结者推派了出来。这一球捞得很结实，在左半边，不过在左外野手的管区啊，被邱志成接杀。速球打高了，没有击好右半边的高飞球。林祖杰在右外野浅处完成了接杀，两人出局。挥棒落空，陈宇文用速球三振掉了郭彦文，这场比赛也画下句点了。恭喜圣骑士拿下了胜投啊，也完成了客场10连胜的纪录，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的5人达到这项纪录。那中场统一师就是以5-0完封了味全龙，这是味全龙本季第三度遭到对手完封。那龙队的胜率再次跌到了50%以下，17胜18败，最近是个2连败。而统一师拿下胜利之后，终止了他们最近的2连败，赛季战绩24胜11败。